但是牛厝社区今仔日非常热闹，因为村民期待非常久的集会所，将伊伫今仔日举办党头典礼。一切祝万福青年风景辉煌。第二次电机前面关机多多。第三次开地平安，天健顺利。原有的活动中心建筑物已经旧了，也无符合村民的需求。无活动中心任何使用的这段时间，村民拢无一个会当休困、开讲活动的场所。加在当地庙宇安南宫提供土地，加上地方甲管府的支持之下，才有法度顺利动土。咱内政部咧也答应要补助咱四百万，四百万，但四百万咧规划了，就爱开六百几万就对了吼。所以后手阿管政府咧编了24,800块来补助咱公所，公所开始讲穷啦吼，穷大概三十几万吼，啊，所以讲有法度通促成咱这个工程经费吼，啊，有一个着落吼。这个集会所有一挂甲地方有关的设计，亲像有甲造型的窗仔门。这栋是差不多六十八平左右啦吼，啊，所以因暗时咧等下拍鬼的时阵，一只牛的造型都出来安尼吼，所以安尼对咱讲咱这个。牛厝这个地方特色来讲，我咧来一看，他咧找不到足好找安尼吼。乡长也希望完工了后，会当提供一个优质的环境，和村民好好利用，也希望村民会当爱护这份资源。后摆啦，咱有去哦，咱跩百姓会当来遮佚佗吼，来遮开讲，哦啊，最后嘛是爱后家家若有去哦，爱爱惜这个所在，就是咱县政府的爱心，哦，甲咱帮忙。我咱会当有一个所在人开讲吼。伫地方甲管会努力之下，牛厝社区集会所终于动土，管府也要求包商伫上短时间内建造出上优质、上适合的场所，予村民来使用。记者吴元平采访报道。